这是耶和华的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新圣诗第四首，普世万国，众人当听。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及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子子从圣子从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并十字架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灵使我们在灵中做见证，正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体，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
赦免以虔诚仁爱和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上帝。我们信上帝是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同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了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平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 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平安地来到教会，在实体也在线上和弟兄姐妹一同奉主的名聚集，愿圣灵光照，祈求保守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中，请帮助我们调整脚步，您能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与赞美。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为了救赎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您特别安排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早在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差派了马雅各医生来台布道，有感于培养本地宣教师、宣教人才的需要，开办了传道者速成班，到1876年创办了台南神学校，第一任的校长是巴克里牧师。这150年来，学校在大家的支持与带导下，虽有不足，仍得以稳健经营，各项校务运作顺利，为栽培上帝国的精兵尽心尽力。为此我们献上祷告，欢迎兄姐一起来关心与支持上帝的，也是你我的台南神学院。亲爱的主，你是公义的神，恳求你怜悯看顾这个充满战乱的世界，我们特别要为世界祷告。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密访乌克兰，欧美对乌克兰加码军援，帮助打造反攻火药库，各国的领导人各有不同的盘算，恳求掌权又有恩慈的主，连续民心的不安，早日终止暴力战争的威胁，帮助掌权者能够以民为念，走合乎神心意的道路，在仁爱与智慧化解危机，发挥良善的力量，能以慈爱和公平治理国家，连续脆弱的无助者，使真正的和平与正义回归到这片土地。慈爱的天父，复活节将近，以大灾节期间，愿上主带领兄姐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再次谦卑自己，安静默想上主的恩典，愿意改变自己，将一切老我交给主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倒空自己，让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新生命临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馨香的气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即将来临的清明连续假期，祈求上主保守兄姐们出入平安，与亲朋好友的相聚能享受在其中，并能分享主爱，又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本周特别要为光圣牧师祷告，恳求上主用你大能的圣手亲自保守牧师的家庭，
兼顾牧师儿童及青少年的身心灵的健康与平安，如何兼求主赐给牧师足够的智慧和健康面对眼前的挑战。我们也要为在内地会服事的张雅丽宣教师祷告，求主高抹他的口，使他能按主的心意分享信息，唤起更多人，更多的兄姐愿意一起来认识日本的属灵需求，并建立为主摆上的心智。主啊，你是听祷告的神，台湾防疫措施已经逐步开放，但是依然有缺水、缺电、缺蛋、物价上涨的种种的挑战。求主施恩保守，让我们在各项的患难中都能经历你的同在与所赐的盼望与平安。我们中间也有兄姐或亲人身体欠安，需要继续医院治疗，愿主保守，赏赐医治和平安，愿他们的生命中也能够经历您的安慰与盼望。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您亲自带领我们，同心感谢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起应文十九，诗篇八十四。上主万军的统帅呀，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呀，在你的祭坛边，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巢。在你的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啊，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经过干旱谷，他就变成泉源地，泉源地的他们越走越有力气，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呀，垂听我的祷告，护卫我们的上帝呀，在你的殿宇住一天，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看门，是家太阳是保护者，他给我们恩惠光荣，上主万军的统帅，信靠你的人多么有福。接下来我们请林孟恩弟兄为我们小提琴独奏，他所要演奏的是主啊我情愿。
起来恭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5:1-11。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靠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他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牵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他就招手叫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对打到了这一网的鱼都很惊讶。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又遵行的人。今天石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加减乘除的人生，将下面时间交给牧师。牧长，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也谢谢我们教会的接纳，让我能够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特别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之日，那正如刚才我们诗会我们的施恩执事所提，台南神学院的历史是非常的久，可是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困境，到今天目前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在那边说造就。所以我特别会挑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主耶稣他怎么样呼召他的同工来服侍，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记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他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是主耶稣他在湖边呼召彼得他们来跟随他。在路加福音5:1-11记载的比较清楚。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4，你就会觉得马太福音4很简单的就讲主耶稣怎么样呼召这几个人。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经文是主耶稣他到那个地方，众人都要听他讲道，他就请彼得把船开到远离岸边去宣讲他的福音。讲完了以后，主耶稣要彼得撒网。对彼得他来讲，我们今天就是刚刚出去回来，没有捕到鱼，我们渔网又破了，所以我们在那边捕网。我们的专业是捕鱼，这个加利利湖是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是我们的地盘。那对于一个外来的耶稣，他又不懂得捕鱼，他只懂得传上帝的话语。今天你竟然要教我们怎么样去捕鱼，
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挑战。可是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虽然有所疑惑，可是他还是照着主耶稣所吩咐他们的去做。后来不仅仅能够捕到鱼，也从来没有捕过那么多的鱼。圣经的描述是鱼多的 船可能会沉下去，所以要别人来帮忙。后来主耶稣就跟他们讲，放下这些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对一个渔夫来讲，他是得鱼比较重要还是得人比较重要？当然是得鱼。可是他们还是跟随耶稣，这是在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去看耶稣的生平，我们去看四福音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结果是怎么样。如果没有那样的结果，今天就不会有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那从一个圣经的这个地理里面来讲，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不是很大的一个国家，跟我们台湾差不多。你从一个世界地图里面，你看到以色列那个非常的小，在它的环境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加利利湖，可其中当中还有个死海，还有个约旦河，就这么简单。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加利利湖应该是整个以色列或者是整个彼得他们生活的一个中心，虽然小，却是他们一个主要的生活的来源跟依托。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主耶稣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讲，在这段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有一本书叫做《角色与真我》，这是一个保罗·杜尼亚他所著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我想很重要的一句话，也涵盖了整个书。这个书里面，他主要是说，生活就是选择。今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不断面对的选择。从经常牧师长都会问我说，你今天晚上回来要吃什么？你明天中午想要吃什么？这也是一个选择。你要吃汤面、干面，你要吃西餐、吃中餐，这个也是一个选择。今天礼拜六休息，你们想要做什么也是选择。所以他说，生活就是选择。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来跟随我们主耶稣，我们来敬拜我们的耶和华上帝，这也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要来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我们选择我们来跟随耶稣的人生。在这我们选择的当中，整个过程我们必须去面对，必须去担当。对彼得如此，对今天在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义山神学院受造就的这些神学院也是如此。有很多人他在社会上应该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就，可是他也愿意舍去，然后到神学院来跟随耶稣，学习怎么样服侍人。有些人他一毕业，他就充满了期待与盼望，到神学院选择这一个人生。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一种选择。在这个选择当中，我们有几个必须要去学习，必须要去面对。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对彼得来讲，他的选择
是离开加利利湖。我们有时候讲说加利利湖，有时候讲说加利利海。湖跟海其实我们在描述是同样一个地方。彼得的选择，他要离开加利利海，换句话讲，我们可以讲说彼得他要超越他心中的加利利海。加利利虽小，加利利这个海虽然小，可是我们可以讲对彼得来讲是他的全部，是他生活的一个依靠。可是他把加利利看成是他的世界，看成是海，是他整个世界。直到他遇到了主耶稣了以后，他走出了加利利湖，他走出了那种狭隘的一个世界，走到一个宽阔的世界当中，成为耶稣最好的一个住所。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无形中陷入这种像彼得一样，把加利利海看成他的世界，看成他的全部。有时候我们遭遇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陷入这种加利利湖、加利利海一样，好像那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加利利。其实我们人生不一定不是加就是减，不是乘就是除，除了这些以外，难道还没有吗？我想在人的世界应该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很现实实际的一面。可是一旦你进入了主耶稣里面，一旦你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加就是减，不是只有乘就是除，还有你所没有办法去想象看得到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只要你相信主耶稣，你会走出加利利湖，你会走出那个世界。如果彼得没有遇到耶稣的时候，我想他还是在加利利湖那边，可是我们看他的世界整个都不一样。彼得如果不相信耶稣，彼得如果没有在他的平常就在追求这样子的真理的时候，我想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也不会去遵从，不是吗？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德国参加教会世界日，我特别去拜访蜡烛政变的一个主角富勒牧师。我特别会去拜访他，是在以前我去德国的时候，那是还是东德跟西德，柏林围墙还是存在，那刚好有机会到东德。那我到东德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走到那里后面都有一个人跟着，一个姊妹，甚至当我进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会在外面等。我不认识，可是我知道这个人在跟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还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后来当我去参加世界啊教会日的时候，我特别感兴趣富勒牧师他们怎么样在这个东德跟西德柏林围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谓蜡烛的政变，是他在牧会的时候有一天他有一个很大的感动，为德国祷告，怎么样为德国祷告，然后传达给每一个人希望德国更好的人。当他这种感动分享给他的那些信徒的时候，有三位年轻人也有这样子的感动，就从富勒牧师一个人，三个年轻人他们一起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在教会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每一个人就手拿着三根的蜡烛到街上去碰到人，你希望能够让德国更好吗？希望就把蜡烛给他，
请你点亮这个蜡烛，你也同时请你去准备三根蜡烛，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点亮蜡烛，为德国祷告，为东西德祷告，为让东德能够更好祷告。就这样子，从一个牧师带领三个年轻人，到没有多久，30万人走上街头，柏林围墙很平安的就倒下。虽然西德，我们常以前会讲西德，他们要牺牲很大，特别在经济方面。你看到德国，我们讲到德国的汽车就是什么双 B 嘛 ，BMW 嘛 ，Benz 嘛。你看到东德的车子是什么？就像我们讲那个你上的 March， 而且又没有那么漂亮。你看到 十部车子是八部是像这种 March 那个，可是东德这边是用 Benz 在做什么计程车，那种经济那么大的一个怎么讲落差，西德愿意接受东德，也投出很多。后来你到德国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整个距离几乎拉近，所以碰到他们，我们就问你是德国人吗？以前习惯是你是东德还是西德，现在如果你问的话，他们会瞪你一眼。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东德西德，我们现在是德国。富勒牧师是一个很平实的一个牧师，我那时候就跟他分享了，又邀请说你能不能有机会到台湾来跟我们分享你怎么样的看见，然后你用什么样的心智带着这些年轻人开始为了国家祷告，然后很平和的出去。他也很愿意，可是他的身体的状况不允许。那牧师娘跟我讲说，医生不允许他做长途的旅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可是期待你赶快把你的身体养好，然后到我们台湾来。不过过了2年以后，上帝就接他走了。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没有办法想象他跟这三个人拿着蜡烛可以让柏林围墙倒下。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只知道他相信耶稣基督带将爱将和平带给人的耶稣基督有办法，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相信，通过我们的生活，用他的方式来传达，上帝的能够。我想我们必须学像彼得一样，我们超越我们心中的加利利亚，不要将自己局限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台湾现在可能会变成只有13个邦交的国家，其实邦交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在政治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名词，跟我们合作，跟我们有一个实质的互动的，我想100多个国家。我们才拿着我们台湾的护照到国外去免签的有几个国家，我记得第一个给我们免签的国家是英国。那一次我要去开会的时候，我先跟一些牧长到英国去，到美国访问以后，从那边直接到英国开会，到他们的移民局，到那个我们讲 immigration 要过去的时候，他没有人在那里，我就直接过去了，不必再盖章，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想到说，我出来的时候他会问我说，你从哪边进来的，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回来，一定要留在那边。所以我特地跑到办公室跟他讲，拜托你跟我盖个章，不然的话，他说他看我一下，看我的护照，很不耐烦，因为我还要麻烦他，他要走回来那个关卡那边拿他的章盖我一下让我进去。台湾，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很渺小，
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台湾在世界上很多的方面都是站在很前面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狭隘的关在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看看以色列跟我们差不多，人口没有我们多，可是世界上你看看很多国家不敢看轻它。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实力，我想我们也应该是留住，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关在我们这种家里当中。在我们世界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生就是自己把自己，我们不是自夸，可是我们把自己常常把它关在一个很狭隘，我们专注在一个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其他的世界，让这种杂事，让这种小事，让这种东西怎么样占据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让我们得不偿失。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记得很好玩，这个报道就是在那个一个美国的一个报纸里面，他写一个趣闻哈。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张5块钱的美金哈，5块钱的那个纸钞。哦，接着说走路也能够赚钱哦，只要我稍微看一下地下就好。从那时候开始，他回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走这样子看，因为怎么样，没有就本来就没有，那有的话就赚到了嘛，对不对？所以经过几年，他真的赚到了。经过了几年以后呢，他捡到什么？他捡到29,516个什么纽扣。然后讲到更多的是54,172，我们讲北针啊，好，那个 fire 讲了北针，只有捡到12个 coin 12个，然后外加什么，那个报纸上再写一句，外加驼背跟个性的怪癖，因为他是专心在这边嘛，所以可能遇到熟人也不一定会注意到，也没有打招呼，然后一直在往下看，所以很自然的怎么样就驼背了，专注一个事情忘记了其他的世界。我想我们要超越，像彼得超越加利利普一样。第二个，当我们超越的时候，当然我们是依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彼得他不是临时改变的，我们相信彼得平常他们这一群就有听闻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教导，他们就平常就有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所以当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在那边讲道，他们在听，讲完了以后，主耶稣说把船开到开离岸边，他们开离岸边，不晓得主耶稣在讲什么。当主耶稣说去撒网的时候，他们，我们刚刚就捕不到了，我们专业啊，那为什么你还要叫我们做那种没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有这样子的怀疑，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专业，学有专精嘛，可是在专业的当中，可能我们迷失的在这专业，有在专业的，在专业也是一个极限的专业。彼得他们平常就有在追求，有在思考，所以当爵士啊这样子的丰富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这样子的去相信，他们也愿意这样子的去做。其实在当时候的这种环境里面，在主耶稣的时代里面，他们有三个很基本的一个信仰观念，就是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他们在追寻一个能够得到上帝永生、所赐永生的一个什么道路。在这个道路当中，就是要仰望什么一个真理，来帮助他们走在真正的道路上。而这个道路是通往什么永生的，所以主耶稣他会跟他在约翰福音讲说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这一群在新约时代的追随耶稣的人，他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里面所记载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啊，他们的祖先，他们遵从摩西，上帝所吩咐摩西的说：“你们不可偏左，你们不可偏右，你们耶和华上帝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照样去行。”在真理里面也很清楚的啊，跟啊，这对不起，在生命记里面也很清楚，在诗篇里面也记载这一群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去谨守上帝的教导，来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所以主耶稣他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对于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记在心里。所以彼得愿意听耶稣所吩咐的去做。我们看到后来彼得他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遭遇到很多的挑战。彼得曾经问耶稣说：“我们撇弃一切来追随你，我们要得到什么？”明天讲我把半生一起来对立，我没得到什么。他怎么会问这一句话？也因为他有遭逢到一些挑战，对他来讲好像他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他会这样子的去问耶稣。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提到的，我想我们相信是一回事，所以实际更是另外一回事。常常我们讲有信心没有把握啊，这句话是从一个信仰的长辈的牧师啊，他到神学院里面授课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们讲了，你们看我好像是大牧师，看我是怎么样摸很成功。我跟你讲了，我有信心，没有把握了。哦，还有闽南讲，我有信心了，没把握了。”那时候我神学生的我讲说：“有信心没有把握，这两句话好像很矛盾，对不对？好像有冲突，对不对？有信心，我对上帝有信心。他说，可是我对自己没有把握，所以要怎么样？我要紧紧抓住。”我所有信心的耶稣。彼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刚刚所讲的，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到十四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保罗他所写给腓立比的哈，腓立比书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会碰到，我们会遭遇，可是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虽然我们真的面对这个实际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没有把握，可是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主耶稣，只要我们有信心，上帝会成就。我们可以从回到刚才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时间，同样的什么捕鱼的工具，同样的一群人，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有捕到鱼，捕多到船会沉下去，可是才差不了前面那个时刻，却完全相反，一条鱼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要信而去行，我想上帝会成就我们所信的。最后我想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我们这种加减乘除的人生当中，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一段，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也有诗歌，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跟约翰他要到圣殿去的时候，刚好在殿旁有一个瘸腿的，要求约翰跟彼得协助他。他要的是什么？有东西可以吃饱，有钱可以买东西吃。可是彼得跟他讲，这些我都没有，可是我要将我所有的给你，你我要的你都没有了，你将所有的给我，要给我什么？叫他起来行走，靠着耶稣叫他起来行走。你在这边每天这边乞讨不是办法，可是当你能够行走的时候，你就能够自己什么自力更生。这个人真的起来行走。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那个需要，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只是我们想着我今天你给我面包我吃饱，那我今天就够了，明天再说了。我现在需要什么你给我，那就满足了。可是那彼得看到的，他领受到的，我想什么是真正的拥有，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什么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拥有，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了解我们在寻找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我们需要的生命。大卫的诗，诗篇三十七篇，他提到当你默然的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待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想大卫的故事我们也非常清楚，那在他整个生命的领受当中，他告诉我们了一个生命，一个人生真正的意义。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生活的准则从我们信仰上面来建立，可是我们也必须活在一个很实际很实际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当中，常常会有一些价值观上的挑战。比如说我现在在信楼医院服侍，信楼医院是一个教会医院，教会医院有教会医院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当初玛雅各医师他受了一个完全的教育，他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里面的高材生，毕业了以后他到 Birmingham 去当住院医师，受主治医师的训练，然后又到法国去学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医师的资历以后，他不是留在那边好好去发挥，他到台湾，当时候他们认为鸟不生蛋，完全不晓得台湾是什么，叫做佛蒙萨，来到这里，从高雄登陆，完全没有竞争的对象。可是他不是来赚钱的，他说我不是来当医生的，我是来传上帝的福音的。所以在他的诊所的时候，他开始诊所的时候，他前面是礼拜堂，不是前面是诊所，他前面是礼拜堂，后面才是诊所。他有一句 很好，我们讲一直影响大家的一个名言是说，他说在手术刀跟药丸的后面
当他得医治的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今天信友医院夹缝在哪边？夹缝在成大医院，夹缝在奇美医院，一个是有政府的资源的一个大医院淤血中心，另外一个是有企业资源的一个奇美。最近成大他说要盖一个那个老人医院十层楼，他们不必烦恼去募款什么东西的，就马上盖了。那信友医院他要买一部机器，就要到处去找钱，就要再烦恼一些事情。他想信友医院怎么样生存下去，常常在院上会议的时候会想一些想着像这样子的问题。人家有政府，人家有企业，那你想我当牧师这当中会讲什么？我们有上帝啊，对不对？我们有上帝。在1865年那个环境，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经过日本的统治，到今天信友医院不仅没有消失掉，而且越来越茁壮的时候，是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们就会怎么样的走过去。就像我们那种核心价值观紧紧的抓住，有的时候你可以，你不能像人家那样去做。很多事情可以去钻一些洞，可是我们不行。我们要秉持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价值观去做。既然上帝158年都带领过了，在下一个128年，上帝还是会带领。我想这就是我们啊真正的人生一的一个价值观，是吗？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师，他也是一个啊探险家。我们讲说大卫·李温斯顿哈 ，David Livingstone， 他专注于非洲原住民的一个宣教传福音的。在这个当中，他到那个地方去，你想想看，一个在非常文明的世界走到了一个那么落后末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生活。我们现在要去到非洲的地方，一定要先去看旅游医学科啊，那个地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传染病，你要先怎么样去打预防针，然后才能够到那边去。你到那边去不是你打完疫苗没有事情，你到那边去你要融入他们的那种环境里面，非常不简单。我们这样描述可能还没有办法去想象，在他当时候他面对那个时候，他说他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他深信，只要他将自己全然的交托仰望上帝，依靠上帝，上帝就成全。我会这样讲，就是说我也曾经到过非洲的地方，其实去了那个地方，有人问我说哎，伯叔啊，他听我描述那个状况啊，本地别个去吧，我没有办法很肯定说我当然没去哦。可是我若讲不去了，你当牧师都没有那种宣教的精神。我白天不敢洗澡，因为他那个洗澡间是用那个篱笆围起来，那个一半的那个墙堵的。白天不敢上厕所，厕所一样。我是跟美国，有时候我跟美国一个中会他们去那边短宣，我看到一个女的宣教师在那边，就看到她头一半在那个一半看不到。我问她：“你在那边做什么？”她笑一笑，手拿一卷卫生纸给我看。你要去那边还要拿那个地方，我要等到晚上才去。可是晚上去拿那个手电筒去的时候，
你拿索瑞农去不照没有关系，一照的话你也不敢下去，因为都是什么蟑螂啊什么东西的，非常难适应。可是我看到那些啊，真的需要他们非常的怎么样自在。你想想看，在当时候这些宣教书到那个地方更糟糕，可是他们那种对上帝的那种仰望，那种传福音的精神，我想不是我们所能够的。我想这是我们要的信仰，这是我们要的信仰。我们期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从主耶稣那边所领受到的，虽然在这种实际生活当中的挑战我们可以讲一套，可是我希望我们在讲一套的当中，我们也能够走出来，我们能够在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带领之下，在这个变化无穷的世界里面，能够有来自上帝满满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愿意在我们相信我们领受的当中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选择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体贴我们的软弱，将你的话语通过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通过许许多多信仰的长者，通过非常美好的见证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在这种加减乘除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拥有你，我们能够拥有真正的生命，是永永远远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感谢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新圣诗511首，主，我交付我使命。
依然站立，用感谢的心来唱奉献诗，兴盛诗382首，虔诚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奉献箱放在一楼跟三楼的接待处。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这个月的经济，我们一起来。圣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消失，唯独那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16-17。接下来我们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神学院有为我们准备一个影片，我们一起来关心台南神学院的事工。大家平安。在学校这几年的时间，看见学校为了学生来进步，也改善了学校的设备，看到学校一直在发展，深深的感谢上帝。感谢主让我在台南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有许多人可以来关心我、支持我，也为我祷告，让我在台南神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上帝满满的恩典。感谢主内的弟兄姐妹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与奉献，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在这里关心神学院，使学校在各方面都可以正常的运作，也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愿上帝纪念你们一切所做的功。大家平安，我是音乐组的学生。在台南神学院的学习，让我们学到教会音乐的相关知识，课程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指挥跟司琴的能力。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学着怎么将音乐以及礼拜互相的连结在一起。大家好，我是彰化有福教会的蔡文慧，很高兴参加男神的 MAM 班。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有参加音乐的服事，很高兴在男神的 MAM 班也学到很多的圣诗，然后也有机会去到男神的校本部参加合唱指挥的课程，让我自己在音乐服事上面有更多的力量。那我很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参加 MAM 班，一起造就教会。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钟明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有利亚，有利
受装备的第二年，在这两年中学习到了很多事情，不论是在圣经的研究、神学的课程以及牧会的实习，都让我有得到许多经验和知识，可以成为以后牧会的帮助。在二年级也有机会成为学生会的同工，在这个学生会里面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来让全校的师生一起团契。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男神的支持以及关心，感谢你们为了神学教育的付出，可以让我们不管是在硬体上或是软体上都能够有好的学习资源。再一次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了神学院来关心、代祷和奉献。若是你和我一样也有感动，欢迎来报名神学院的考试，一同回应上帝的呼召哦。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请安，也谢谢大家对过去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台南神学院设立已经150多年的一个历史，可以说是台湾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胎盘，这是发源地。现在的社会混乱，人的生命需要改变，神学教育台南神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装备大家，大家可以来受造就。现在台南神学院的软体、硬体、师资都已经上了轨道，非常欢迎大家来受造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传扬福音，改变社会，改变人的生命，来成就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责任。谢谢大家。爱命令你就给抓到花，黑暗你就彼此相惜。约翰福音15:16。大量心满意，大地来到底。我们谢谢台南神学院提供的影片。接下来我做消息报告。第一点，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学校特别安排石牧师到我们当中来证道，我们谢谢石牧师。那也欢迎师母一起，让我们鼓掌欢迎。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奉献袋，请兄姐为台南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代祷跟奉献。第二点，2023年的圣经讲座，在第一场，今年的第一场是在4月15号。那这次是由彭国伟牧师，他要主讲的是《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哈，欢迎兄姐们踊跃报名参加。那报名需要在今天完成报名并且缴费哈。第三点就是，今年教会为了配合教会的年度目的，就年度目标，跟随基督同行天路，我们做了一连串的圣经抄录的相关作品，那希望能够在4月2号交到办公室，我们预计在5月在我们1楼的大厅展示。第四点就是2011年度上学期的奖学金，今年奖学金的申请在4月23号中午12点截止，那欢迎兄姐鼓励家中有国中以上的同学，如果条件符合的话，欢迎大家提出申请。第五点，会有了消息，今天下午2点在3楼的礼拜堂有我们教会的林尚平执事跟戴小琪姐妹的结婚感恩礼拜。那尚平执事也是我们世光长老跟莹莹姐的大儿子，那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祝福这一对新人跟他的家人，也分享他们的喜悦。那今天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跟你的左右邻居打个招呼。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新圣诗397首，祝福赐福保护你。结束后请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散会后如有需要代祷的兄姐，请到台前来，有牧师长老为您祷告，并欢迎兄姐继续留在祷告时光中安静亲近神。请大家默会，祷上会。